生中发生过重大变故？没有。那你的人生属于一种偶然。可是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属于偶然。我的眼睛不是陪伴照，而是有个倒计时在我眼前。他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。三天后，也就是14号，凌晨1点到5点，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。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？他们越是让你害怕什么，你越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。你说的准，是一个人还是？如果你现在问我有没有外星人，我会很确定地跟你说有。物理学不存在了，只是我们认为的物理学可能不存在。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。在一片无法自救的火海之中，而您却点燃这把烈火的人，消灭人类暴政。又他妈是物理学不存在了。